妈，来坐。妈，你看这东西我也给你收拾好了，你就回老家住2天吧。咱那房子都漏水了。你凑合住2天吧，等一下我女朋友看到你在这里，看到你这人看着咋办？我怕到时候跟我分手。妈，你就回老家住几天吧，啊。儿子，那我是你妈，我们迟早要会见面的。妈，过段时间我得把你接过来，啊，赶紧走吧，差不多我女朋友等下该来了。妈，赶紧走吧，啊，赶紧的，拿着东西，拿着。妈，赶紧走吧。哎，阿菊，这是谁啊？这是咱们家请的钟点工，你赶紧走吧。妈，这干啥呀？阿菊，这又是谁啊？这是我哥，哥，今天这事你别管了，赶紧走吧。妈，有什么事啊？你看他干嘛？有什么事跟我讲。你弟说我是他家钟点工，让我出去多几天，怕女朋友来了看到我这么土气，再跟他分手了。哥你。打他干嘛呀？妈，你别管。阿俊，你真是好样的啊！你谈女朋友是好事，你谈了女朋友连亲妈都不认识了啊？咱妈从小拉扯我们两个长大，她容易吗？有好吃的先让你吃，有好穿的。先让你穿。当初我跟咱妈为了供养你上大学，一起出去打工。咱妈累了病了，连药都不舍得花钱买。你倒是好啊，直接让咱妈当你的钟点工了。妈，没事啊，跟我走，大不了以后啊，你就没这儿子。只有我一个儿子，走，妈。好了，走，咱们坐。不坐怎么坐呀？阿军，没想到是这种人。我父母也是农村人，你瞧不起他们，就是瞧不起我。你这样，他怎么让我把一生托付给你？我说别生气。阿军，太让我失望了。